安然，为父把陆家交给你了。爹，安然定会誓死保护陆家。这不是梦，我真的回来了。我会保护好你们，这一次不会让你们再受伤。我不信佛，我只信自己。 他让我失去的东西，我要让他一件一件都还回来。我就是要看你如何失败，因为那个位置你不配。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剥夺别人的人生？我有什么资格认为这样就是保护了别人？我那10年的切肤之痛，为什么今生今世要再一次折磨我？你已经自顾不暇。 竟还要想着放下一切与心上人双宿双栖，何其天真！我要回苏城了。这汉京城仿佛就是我的梦魇，即便再来多少回，似乎都难以逃脱。今生今世，究竟是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了庄？